大家好，欢迎来到西夫亚吉博物馆，我是 Eric。 那今天呢，我们要兜售的文物是价值港币980万的南宋建窑黑釉兔毫盏。好，那我们的售价呢是98,000台币。先来看一下这边，好，一样翻书籍，那各位了解一下它的价值啊。这个是2006年的文物拍卖大典啊，来镜头看一下啊，一样是南宋的建窑黑釉兔毫盏啊，价格呢是31,000美金。OK， 好，来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建盏的升值空间有多恐怖。好，这是2016年的文物拍卖大典，好，来看一下，好，这里有好几只啊，随便先看这一只，好，这一只已经涨到300万港币，旁边的呢小数一点，也要244万港币，哦，非常的可怕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看，好，这个是2021年的。好，非常的相近的年份啊，来，我们来看一下，价格到985万港币，非常的可怕。好，价值那么高呢，还有一点是因为建盏它本身也是日本天皇哦最喜欢拿来喝茶的茶盏。好，我们这一支呢，为什么能卖98,000？那我们一样先讲一下啊，我们一样是15天内，哎，不保真，不免责。15天内的鉴赏期，只要您觉得我们贩售的文物有任何的问题呢，啊，您可以完整的拿回来，然后我们全额退啊，跟我们所有其他贩售文物都一样。那再来呢，就是说它的价格为什么我们可以卖那么低？那一样就是因为我们博物馆收藏的历史呢有百年了。那在本身馆长啊，我们西夫亚吉的馆长呢，他的家族在台湾高雄柴山已经有400年的历史，而且代代当官，然后家族一直兴旺到现今，所以我们很早期呢就收藏了很多最高端最好的文物收藏。那我们这次呢是为了要敲开台湾艺术品市场的大门，所以我们都是直接打骨折价，没有人在980万港币的东西卖98,000的啦，全台湾就这一间而已。好，如果要买最好而且最便宜，然后又有保证，你又不怕说被人家坑的，好，欢迎来我们西夫亚吉博物馆。